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了，要是衣服弄脏了，就算是寒冷的冬天，他也会丢了就走，干净利落。你跟徐志健是私底下互通电话的关系吗？要是想过要努力，就做好刘贤琪老婆的本分。我们两个人到底还剩下什么？夫妻。还真沉重啊。我一开始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只要超过我的底线，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嘉禾万事成。